收看职场达人秀。你有没有网络购物的经验呢？在家里的电脑前，只要滑鼠点一点，接着就能够收到您喜欢的商品了。其实呢，在一般的民生通路，像是大卖场、百货公司，还有便利商店，幕后都有很重要的工作人员，就是物流仓储运输人员。透过他们的努力，您才能迅速又确实的收到商品。今天的职场达人秀就带您来认识这个职业。进货、储存、包装、拣货及运输配送，专业的高效率工作，让每位客户能够及时又确实收到商品，这就是物流仓储运输人员的工作专业。今天的职场达人秀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这群默默在物流仓储运输业服务的工作人员们，体验他们的工作，分享他们的专业，了解他们用专业的技术降低营运成本，提升竞争力。听说啊，今天要带领我的是一位物流仓储界的前辈，在这一行已经有23年的时间呢。在这一行这么久，一定研究的非常的深，懂非常的多，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对不对？不过呢，他跟我约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哪一位是戴经理呢？戴经理吗？是，欢迎。戴经理你好，欢迎欢迎欢迎。郑婷目前担任资深的物流经理，从事物流仓储已有23年的经验，对于物流仓储运输有着极大的热忱，对自己的工作期许是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经理啊，我不是要来体验这个物流仓储的作业吗？你们为什么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工作呢？没错，我们是要来体验物流作业。不过在进入物流作业期之前呢，我想先让你在参观走道上，让你可以技高临下呢，看看整个物流中心的一个整体运作。这真的很大耶！这个物流中心呢，我想不只是大，而且我们希望它功能齐全。那整个物流中心的作业呢，它包含进货啊、储存啊、包装啊、贴标签啊、这个上料架，以及最后订单捡起、出货配送，这都是物流中心的一个标准作业的一个功能之一。哇，原来大的用处就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事情全部都要在这里完成就对了。是的，我们顾客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极力把它完成，这是我们的物流中心的目的。原来物流仓储运输业有这么多的专业领域需要接触到，从收货开始，经过储存、组装或贴标签，以及订单拣货与运输服务等等综合管理，经过这些专业的控管，可以有效地让整个物流过程时间缩短，并且降低成本。难怪我们的物流仓储运输人员在现在的商业营运流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仲伟，接下来就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物流中心呢。一开始物流作业的一个第一个步骤就是收货的作业。有，我看到了好大的那个车在这里。OK， 好。一般我们收货作业是这样作业的，是我们把货品呢快速的把它卸下来以后呢，我们第一个步骤是做数量的一个清点。嗯，那数量清点正确了以后呢，我们接着呢就照货品引收的一个抽验的一个标准表呢去做货品的一个抽验检验，接着呢才是做储存跟上架。嗯，那我看到你手上拿的这一张纸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叫做货品抽验跟引收的一个对照表。嗯，我们根据一些统计的相关理论呢，推出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抽验表。你收多少数量要抽多少数，收多少数量要抽验其中多少比例，那允许多少的瑕疵比例，都有严格的一个规范。哇，真的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然后还有标准，到底标准什么是轻度不良、中度不良、重度不良的？哇，这个真的太专业。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是我一开始可以来体验的 ？OK， 没问题。这个复杂的这些货品检验呢，我们待会再说。我们先教你怎么来清点货品。好，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体验就是要来清点货品。走 ，OK， 我们这边走。宋伟，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机械化的一个卸货柜相当的快速？嗯，我们一次呢抓起整个站满几十箱的一个货品。那几十箱货品，相较以往一箱一箱搬了3-4个人，要花3-4个小时搬上整个上午。这个我想应该是轻松不少。是，而且我现在就是要来做第一个体验，就是要来数数字嘛，对不对？是。你确定你会算吗？不要小看主持人，算数还是会的，好吗？交给我，马上算给你看。Okay， 我们就劳烦你了，这版。各位观众，总共33箱。哎，好像不太对，你要不要再确定一下？呀，九个，加6个，不是33吗？
9327276，没错啊，33啊。不是哦，你确定是九吗？要不再清点一下？怎么会只有十箱了？好了，是36，对不对？是，所以36，对，36嘛。Bingo， 标准答案，不错。哎，好。那我们清完之后就 OK。接下来呢，我们就带你去做检验。嗯，那检验刚跟你谈过，我们要随机抽验嘛。对。那我们就在进行这个抽验的动作。所以要割开是不是？对，没错。哦。哎，好，所以我们就随便拿一箱嘛。哎，且慢且慢，既然是随机，就不是随便，不能老是拿第一箱，所以呢，我们要上层、中层、下层呢都要拿，所以呢，你就随机抽啊，这个是比较客观。哦，所以随机不能够拿最上面那个，以免他们如果作假的话，是不是？是，我们是力求我们抽样的一个客观性。好，那我抽下面一点好了。OK， 好，这边是。好，那我们就到检验站去 ，OK， 做检验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到检验站去。OK， 宋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货品检验区域。嗯，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执行我们产品品质把关的一个重要区域。所有的货品呢，要有好的品质送货给我们顾客之前呢，这个地方的品质管理小组呢，就相当重要，要严格把关。那这里呢，我们就依照我们的一个产品规格书呢，上面有细述到关于产品的外观、尺寸、色泽各方面的规定，细细明明的写的记录相当清楚。所以现在呢，就我们来一起来执行一下我们的检验作业。好，那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戴上手套，确保你不会留下任何的手纹在物品上面。为了因应世界各地贸易商品的便捷与安全机制，提升对客户服务的品质与深度，物流仓储业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化。相对的，在人员上专业能力的提升也是越来越重要。就目前还称得上新手的我而言，就更要用心的学习物流仓储这门功课喽。哇哦，好酷哦！堆高机，他们在做什么啊 ？OK， 这个堆高机跟料架的一个设备呢，就是为了确保提升我们平面空间的一个使用力。你看这个料架设计了4层、6层、8层，那整个平面面积呢，就可以复制4倍、6倍、8倍，所以有效的使用我们土地的一个面积的一个使用力。那第二个呢，是避免产品互相挤压堆叠，所以让它分层叠放呢，间接的说就是提升产品的一个安全度，这是它主要的两个目的。那我今天都已经来这边体验，那我可不可以也体验开堆高机？哎，恐怕不行，因为依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呢，需要领有堆高机技术师证照的人才能够来开堆高机，所以你恐怕需要先去上相关的课程，取得堆高机技术师证的证照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请你来帮忙打工。原来看似简单的物流仓储运输人员的工作，还有这么大的一门学问在，就连堆高机的使用也是必须有专业证照的人士才可以操作。幸好啊，我有做功课，知道除了这堆高机需要专业证照之外，在一些协会机构，例如中华民国物流协会等，也有在办理物流方面的专业证照考试。而在政府职训相关单位，还有办理国际物流实务班、仓储与物料管理实务班等等的课程，让有意进入物流仓储运输业工作的人，可以提早学习到产业的知识。哇，这么多东西都要上架，那要上到什么时候才上得完啊？这一点你就不用操心了。上架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分为两种类。第一个是我们人工堆高机上架，那当然你刚刚所看到的是一板一板卸，会比较耗费时间。那随着科技的演进呢，其实现在物流业呢发展了一套叫无人自动化仓储系统。那这无人化自动仓储系统呢，它透过电脑化的作业呢，自动帮你分类这一板产品应该送到哪一个厨位啊，是应该温度控制还是常温仓，它自动帮你定位好，所以其实相当快速的。以前不是有句流行的广告台词说电脑也会选土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学到先进的物流科技，电脑自动化上架系统。戴经理说呢，目前一般物流仓储中心在做储存入库上架作业的时候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工操作堆高机上架，另外呢还有以电脑自动化仓储系统处理来执行上架的作业。不美丽，哎，经理。谢。哎，钟伟，什么问题？这个快没货了，就我发现后面箱子也没了耶。哦，这你不用操心了，我们专业分工，你只要快速拣货呢，后面我们有另外一些同仁呢，他会快速来补货，只要在他没之前呢，一定会有货品补上来，所以你不用烦恼。
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订单拣货作业。那订单所谓拣货作业呢，我们一开始呢会先纸箱成型出来。那我们的订单纸箱成型系统呢，它会依照顾客的订单，它顾客订单量是大、中还是小的量呢，来自动成型出来对应的一个纸箱。那同时呢，它从贴上一个自动的一个地址标签，让这个纸箱呢，在整个作业线上呢能够畅行无阻。所有的作业系统就依照这个地址标签来，根据它的这个标签的号码来执行下一个步骤，那让整个作业呢顺利执行，它效率提升。哇，真的非常的方便，以前就要看人家人手包啊，还要写啊，真的是花非常多时间。现在不仅方便，而且更快更有效率，对不对？没错。那接下来我就跟你介绍一些拣货的美感，那让你快速可以这个上手啊，帮我们完成拣货作业。好，我们这边请走。OK， 仲伟，那接下来我就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电脑辅助拣货系统。那这个拣货系统呢，它相当智慧。早期我们都拿了料单在拣的时候，密密麻麻，容易看错，容易拣错，对，速度又慢。现在这个系统呢，它相当智慧，它导引你呢，这张订单要拣的是什么东西，几个位置在哪里，一清二楚。那你透过它灯号显示这个订单的号码，那透过它订单号码上显示的哪一个位置上的灯号的数量，一你就拿一个，二你就拿两个。那闪这个亮了绿灯以后，你就把绿灯按醒，它自动帮你搜寻下一张订单是哪一个号码，所以快速又先进又效率。我觉得光讲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平常我们想到的话，就会想到比如说去药局啊，或者任何地方，就会拿一张单子然后去选。可是现在没有单子，又没有电脑萤幕让我看，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什么东西要装什么箱呢？这真的要好好来跟我解释一下。所以现在你说灯号是什么东西？第一个 ，OK， 好，我们灯号就是你现在看的是这个亮的是灯号。是这个地方，对，绿灯亮了，三八，下一张订，下一张订单，三八七六，夹这里 ，OK， 没错，有没有三八七六？所以夹个绿夹子的意思是什么？对，没错，就确保你待会转身放的时候呢，不会放错箱子，我放到对应这个指导商订的一个货箱里面。好，那我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我没有单子啊。啊，上面显示一，那你就拿一个。这边一，好，摆进去，按掉。哎、欸，嗨，嗨、哦，这边还有一个，哦、后面后面，这边有一个，好，好。那这时候再来怎么办？灯号已经亮了，又亮了，哎，把它按掉，我按3925，哎，3925在这里，没错，好，夹着夹着，跟你讲，找我来就对了，这个太简单，我一定马上上手，交给我，好不好？好，那就交给你了，接下来就交给我，那就麻烦你了，哎，是，经理去休息吧 ，OK， 好，好不好？好，麻烦你，就等我的好消息 ，OK， 好。虽然那只是看似简单的拣货工作，戴经理却告诉我，这其中蕴藏着许多从事物流仓储工作的哲理哦。对于物流仓储运输人员的工作，他总是鼓励大家，物流仓储运输领域很广阔，不要误以为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就画地自限，应该要不怕苦，勇于突破，这样才能够在物流仓储业闯出一番天地。我觉得啊，经理来找我做工作，这是找对人了嘛，你知道得心应手，你看我做得多快啊！哦，真的是4135735，哎，而且这名字好熟悉哦，跟我朋友好像。我跟你讲，我多送他两个东西，我看他拿什么，他要这个一盒是不是？多送他一盒，一盒我拿两盒，嗯哼 ，OK 的。不过啊，真正的物流仓储运输工作人员可是不会这样的哦。因为啊，物流仓储运输是为了让客人能够安心放心的将商品交由物流人员来处理，因此人员的稳定度、诚实度、准确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哎，快没了耶！哎，经理，经理，哎，钟伟，什么问题？这个快没货了，就我发现后面箱子也没了耶。哦，这你不用操心了，我们专业分工，你只要快速拣货呢，后面我们有另外一些同仁呢，他会快速来补货，只要在他没之前呢，一定会有货品补上来。所以你不用烦恼。那他巡视这个货品快要没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他就拿着他的无线电终端机呢，扫读这个条码，依照建议的一个数量，按下无线电波传输器，那自动呢，自动仓就会把这个货品补出来。那你背后的这一板呢，就是属于他刚刚前一分钟补出来的一个数量。那员工只要把它往上拨补，它自动会往下流，就补足那个你要的存货。那你们怎么知道该补多少？你说576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OK， 他说依照你过去的一个销售轨迹呢，过去几个月平均出来了，其实补这个量是最合适的啊。同时，它又符合这个整个站板的一个数量，每个产品的数量不一样，销售量也不一样，所以都透过过去的一个销售数量来精算出来最有效率的一个数量。戴经理说，物流仓储运输人员的工作职责所在，就是要提供专业的物流仓储运输服务。确保商品在最适当以及最符合顾客的时间点，
以最适当并且安全的配送方式来满足客户对于产品的需求。所以工作时细心与专心也是必备的，因为这样才能够减少时间上的浪费，让工作流程能够顺利完成，然后再以最迅速的运送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或是公司手中。我想啊，这应该就是每一位在物流仓储运输领域工作的同仁们最深的期望了。宋伟啊，我们这一箱货好像有点问题，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啊，好丢脸，被发现！我想说是我朋友可以多塞一个，你们怎么知道的？我的妈，不是应该过去打包就好了吗？啊，那你就太低估我们的一个检货系统了。我们检货系统搭配了一个先进的一个重量检测系统。所有的订单呢，它系统会计算出它应有的重量。当你多丢了产品下去的时候，或者少放了产品，只要重量一跟系统比对有差异，它就会闪红灯打出来，这张做我们再次的检核。所以您太低估了我们系统。迈向产业升级，相对的物流仓储运输技术也会跟着一起提升。当然，人员的专业上也渴望能提升。戴经理说，针对不同产业里的物流仓储运输人员，所接触的有关产品相关知识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物流仓储运输这门学问是学无止境的，还是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可以好好的去研究。 OK，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理货区域。在前面的订单呢捡起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最后的一个理货作业。那我们司机大哥呢就会依照我们配送的一个优先顺序呢，这个从快速送达跟最后配送周末端要送达的依序来排列。那上了货车以后呢，依照顾客指定的时段，上午、下午或者晚上来送达。那送达过程里面都符合顾客的一个要求，不止时段啊，不止这个态度啊、楼层啊，都一切都符合顾客的一个要求啊，这就是我们宅配送服务。运输配送在物流仓储的环节中也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商品进货检验到后来将商品专业且有效率的运输配送到客户手中，就好像一个环环相扣的供应链一样，缺一不可。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我想物流仓储运输的概念应该是由此所衍生出来的吧。透过今天参与了物流仓储运输人员的工作，真正的发现到物流仓储运输是一种高效率的工作，而他们的专业正是隐藏在仓储中心里做有效率的发挥。物流就是最重要的后勤资源，所以呢，在这边我会觉得应该告诉各位的是，可能包含要有执行力，对员工来讲，因为这整个流程是有一套的标准作业流程的，所以应该是对执行要落实啊，我们的所谓的 SOP。科技越来越发达呢，这物流仓储运输工作也从原本企业对企业的服务，到现在是越来越普及化了。今天现场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有来谈谈这个职业。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中华民国物流协会的理事黄贵勤黄理事，理事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呢是治理技术学院行销与流通管理系的助理教授陈志堂陈老师，老师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请问一下理事哦，其实呢现在物流仓储运输人员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请您来谈一谈。好的啊，我想对于仓储物流的工作其实是蛮有趣的。那如果我们从运作的流程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从产品的进货、理货还有验货，以及呢还要做产品的储存、包装、拣货，一直到配送、出货等等，所以在这工作站来讲，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很丰富。那么就像理事说，这物流仓储运输人员他们工作其实不包含是搬运东西，还包含了一些管理，这当中就涉及到很多专业的部分。我们就想请问老师，这里面呢需不需要一些资格或是证照呢？是的确，我想物流是一个整合的学门哈，既然是整合，我们需要涉及的事情非常的多。那其中其实第一个最基本的话，我想在作业现场任何安全的部分是很重要，所以尤其在物流的作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堆高机作业，所以最基本的这种堆高机作业，你至少必须要有一个堆高机的一个证照。那我想这是非常基本的哈。如果说再往前面就是说再往高阶一点走的话，我们是需要从业人员多一点技能性、学能性上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的协会啊或者各方面组织都有开始推动一些证照哈，比如说国内中华民国物流协会，那我们就推了有一些初级人才的一个证照，甚至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证照，包括英国、美国的这些证照都是国际的证照。
那除了可以从学校获取一些知识之外，我们有别的管道可以来上这些课呢？哦，的确。那我想其实国内政府啊也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资讯的机构或者是协会组织，甚至学校现在有一些推广教育的中心啊，都有办理这些课程啊，可以让有兴趣的这些朋友啊可以来参加。嗯，那我们想问问李师，我们知道李师其实也在民间的日用品公司的物流这个部门服务，那想问一下您觉得物流仓储运输人员要有什么样特质？好的，我想在物流仓储运输人员呢，一般会给人家的概念呢，就是觉得是要刻苦耐劳，要很有体力的啊。可是对于这个行业，特别的，我想，因为它是一个流程啊，整个流程对企业来讲呢，整个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物流就是最重要的后勤资源，所以呢，在这边我会觉得应该告诉各位的是，可能要包含要有执行力，对员工来讲。因为这整个流程是有一套的标准作为流程的，所以应该是对执行要落实啊，我们的所谓的 SOP。那第二个呢，是需要一些连结力，在做工作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上游跟下游的一些作业流程，所以每一个流程呢都能够去注意到下一个流程应该有什么样搭配的。那我想这是基于服务的这种理念啊来探讨的，所以应该要连结力。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要反应力啦啊，因为我们在职场里边呢做什么样任何的事情在每一个流程里边随时都要去留意到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我们随时把它反映出来，让我们的主管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再创新做改造。我想这对整个的运作会更加的顺畅的。那老师从教学的部分来看，你觉得学生要什么样的特质适合成为物流运输人员？如果在团队合作上沟通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你如何去在内部的部分做沟通，然后以及外部的部分做沟通。我们现在知道物流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家刚才有提到就是宅配的部分，宅配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物流人员已经走出现场了，必须要跟消费者去做面对面的一个动作，所以从内部沟通到外部的沟通，所以这都需要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团队合作的能力，加上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能力。那么综合老师跟李师的意见，大家可以知道，其实物流仓储运输人员不只要专业，而且呢自我提升也很重要，不是只是单纯的付出劳力而已。今天再次谢谢两位来宾的参与，谢谢。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职业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上职训局的职训一网来查询相关的课程资讯。今天的职场达人秀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